兔宝，我现在到云南了，这个是给花友们养的花，满满的成就感。6月10号的6月雪，看漂亮吗？4月26的蓝莓来的时候都要嗝屁了哈，咱们给它养活了。米兰，这个是5月底的，5月31的也活了，来的时候也是要嗝了。尤其是这个小叶刺楠来的时候都没叶了，你看现在给它养的生龙活虎，可以往回寄了。还有这个大茶花。 我的天，6月7号来的，你看我们给它养的这个桂花也活了，该施肥了。还有这个花友的来的时候都已经嘎了，这个米兰啊，看，还有这个米兰，这个米兰养的是最好看了，啊，淡淡的清香。这个腊梅也活了，长了根草，给它拔掉。 这个米兰也活了啊！那天时间捅了米兰，我全部是寄养米兰的，全养活了。这个日香桂，这个桂花。然后呢，这些个呢，陆续的就给花友们寄走了。但是有的花友是怎么说啊？他是在旅游啊，收不到。那我开车给你拉回山东，或者给你寄回山东，好吧？然后呢，由于这边这些个呢都是嘎了的，<笑>有一个已经嘎了。 这个活了，嗯，有一小部分在这边嘎了，基本是都活了。哎呀，也得没啥了。然后呢，觉得不错就得点个赞吧。想要寄养的臭宝呢，就联系后台。然后云南这边呢，我是准备暂时性的先给它收拾收拾，转战一下，到时候再给你们说为啥吧。我老花一，老花最专一，白了臭宝。嗨，嘿嘿嘿嘿。